斩了，鞭尸斩斩，让你连爬都爬不起来。哎呦，怎么会有 EMS 的车？玩家呢？没关系啊，这有够啦，他不如再偷一台车就好了。先打再说了，先打再说，走喽，拜拜。好六，跟你叫车换汽车，换机车，好不好？很棒啊！我们先骑摩托车回去吧，赶快赚钱啊！你看花了好多钱哦。好了好了，那我们去领我们的计程车。哈哈，又来。They not my car. I just come here. Step over here. Okay, okay. I will stay over here. Step over here. Come to me. Okay, okay. Face the wall. 在哪里？ Why? I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Yeah, you fly around on a dirt bike and then you get rid of it, sending it to the shadow realm when I'm. 他说我偷车了。That's Grand Theft Auto. Okay, okay. Stealing of a bike. Okay.So I'm gonna go ahead and pat you down. Do you have anything on you that is going to poke, stick, or hurt me? Guns, drugs, knives? No, I don't have gun. 卢卫一进来就被抓，有三个警察，好不好？靠住没办法动啊。卢卫以后不要在那边等那边打鼓什么鬼的，因为他偷了太多车，你知道吗？哇，要做超跑是不是？你看他们开那台欸。哦哦，有这个荣幸可以当坐超跑是不是？姚明，不要再看墙壁了，走了走了。好了，我们要被押出来了。他只想跟你爸爸，相信我吧。他们另外一个警察押姚明了，好吧。拜拜，卢威，我们要被关了，卢威。好了，我们要被关的。我刚刚问他说关多久，但是他说要再看一下。Okay, thank you. 进来了，680秒。各位大逃炸，好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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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敏为什么老是被打、啊？靠嘞！哎，好像不会扣血吗？糟糕，不会死不会死肥仔，打爆他！杀杀杀杀，猎杀24号。大口袋，你别给我走！大口袋，你真给我走！那去啦你！给个没戏，拳拳到肉就是这种感觉，拳拳到肉。你好，你好，你好，你好。You speak English? Yeah, yeah, yeah. Where are you from? 哦，听呢，听。OK, OK， 他美国的。I like those Chinese animes, man. Yeah, it's cool.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Peace, peace.为什么有人开车进来啊 ？Why？ 三哦，斩了鞭尸，斩斩，让你连爬都爬不起来。Come on， wake up， wake up。最后30秒了，他打点点点，还来打的你起不来。我跟你讲，三连击，一推，二三打。干嘛？拜拜，肥仔。糟糕，现在回去会不会很危险啊？就继续偷这样子。好，我们先 DC 掉，再 DV 掉。有人被关了哦，他们才关180秒，偷车重罪啊！我今天就是要自己来，自己真的，等一下上了脏车就马上出包。哇，好多人哦，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哎，我们先闪好了。你看警察来了，警察来了，先闪，先闪，我们先闪，快点！我跟你讲，现在不只要躲警察，还要躲观众啊！观众他们都乱开，自己玩自己的啦，不要一直跟来啦，自己玩自己的，拜托拜托哦，不要害大家，拜托哦！他真的被 ban 了，真的被 ban 欸，他的车被人家开走，紧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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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躲在上面好了，先躲在上面。也太高了吧！等下被推下也就刷赛了。你先，你先，你先。Go go go！ 上去啊！然后我们下去。啊！阿门！阿
话，还是要骗他们我要下去的说，哎，为什么你也来了？我本来想再骗一次，结果不小心没走到楼梯，哎，没办法。好了，赶快赶快快哦！真的要做个工作这么困难吗？又有人来了，又有人来了，我先跑，我先跑，跑里面，跑里面。哎，警察又来了，你看是不是 ？Come on, let's go. Come on, come on. 随时要注意后面有没有车撞你啊，你知道吗？哦，总算有了，走吧，努力工作，努力工作。你看都晚上了，有了，哦，妹子 ，Oh yeah， 要坐错边了，妹子，啊、有了，赶快闪，赶快闪，有人要来抢生意了。哎呦，他要来看电影是不是？哦，这里不是看电影的，这边应该也会蛮多人的吧？耶、yeah ！我要继续尾随他，变态，这样哪是变态啊？好吧，这样好色啊，拜托，这样才有生意啊！你看他走得多么累了，等下警察来就说 ，No， I just want to take her。哎，刚刚那个外国人又被 ban 300秒，哎，监狱300，哎，有了，是不是？我知道你还是忘却不了我在你，对不对？嘿，好，要去卡莱斯大街，这个都是效果啦，好吧？不是真的要什么色不色啊？况且我跟你讲，男生本来就是会色啊，不色的话，那种骗人的啦，那种骗人的啦，都是假君子真色狼那种啊！我跟你讲，都可以抓生意。我跟你讲，你就看到喜欢的就一直尾随他，就会上你色了。就是这样子，哎，你看啊、哦，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男生跟在女生看就不行啊，女生跟在男生看后面就可以？这样很奇怪呢哦。妹子要来这个韩国屋这边买东西，哦哟，搔首弄姿，哦，搔首弄姿，怎样还不想让你进去？好了，走吧。哟，各位，我们再跟踪一次，好不好？蛮高啊，两米的探子。对对要去北方啊！对，时间也快，好了，不要闹他了，好吧？各位观众，让我们一起飘向北方。好了，开始哦，开始差不多白天了，我们就在这边撞。哎，居然没撞哎！好，开始找人，开始找人。哎，这里搭到的都要很远哎，都几乎要到那个机场哎。啊，是不是贼不啊？是不是贼不？要不要坐？早跟他播哎。放弃。好，我们 找寻一下，看北方的小镇呢有没有那个小妹子。断电了，这是在预料晚上会发生的事情吗？整个没电欸，还不来坐车，还不来坐车。等一下我们被海啸追着走了，不行，我一定要载个客人。哦，是伺服器要重启哦。 Server restarting right now， 先充灯啊，不带不起哦。哦，他换了新车模组是不是啊？糟糕了，一堆人要从北方抢客人，没有人追了，没有人追了，太好了，有了有了，又有人追，两台三台一起来了，啊、糟糕，撞车了，先加个油好了，先加个油，喂喂，让他加油了，很没礼貌啊。有这个游戏里面有福特野马，有还是不一样的版本，有旧的也有新的，来吧，这个应该十几公里哦，你们看。11公里，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到底会给我们多少钱，会不会破万呢？走了走了，最后一个，哇塞哇塞哇，哪来的三宝车啊，直接从那边撸出来。哇，糟糕，这个如果被警察看到马上又要被那个了，就说坏，为什么会变这样呢？好了，各位，我们到了，到底这11公里会为我们带来多少财富呢？他要出国啊！他要出国啊！我看看到底可以卖多少钱。Hey girl， 准准准！大妈，你要付我多少钱？现在19881，哈，5700，5700，好少哦！夏沫，夏沫，夏沫！呜呼！让我飞。帅，开计程车的心得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风景的呢，蛮适合的。那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这种形态的话呢，其实就是可以这样子开啊，跟朋友这样子玩蛮好玩的啦。你们也可以在里面赌注啊，就是说一个人赌10万，然后跑一段赛车，如果赢的人呢，就给他10万，哇，瞬间就变成百万富翁。不要撤啊，不要撤啊，不要撤啊，看房子啊！哇，哦、哇，这很棒哎、欸！海景房哎、欸，这里应该可以参观，我们来看一下。哇哦，
Land Protein。是能撞上路来。哎、欸，这个如果下去在那边，然后跟他 say hi， 然后我们还看得到他这样子，有没有？就是那个路口。我们再去别栋再看一次看看就好了。这个可以买吗？不知道哎、欸，他是有标那个，但是好像大家都可以进来。哎、欸，这个也是办公室啊，是不是？哦，不是，这是公寓。哦，这里有。哇哦，是这间哦，这个就没刚刚那间漂亮了，对不对？都是高楼大厦，没有吧？跟那没关系。这是卧房，我们再去看一间，因为我在想是这种的，是我们看一下山上的部分。哎呦，这边也有哎、欸，都来了就看一下，这格局差不多，就算了。哦，又有妹子，一人称，有介意不？还可以，还可以啊。再回家，还可以。我们去看一下这种的好了，好不好？最后一间了，做什么工作？教乐器的。到了，买不起。哇，这间也不错啊。他这个应该不是要让你买的，所以其实以后我们可以那个，有钱的是办公室，没钱的是房子。好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了。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喜欢我的频道，记得帮我按个赞，按个订阅，随时按下铃铛，追踪我的开动态。我们下次直播再会了，大家，拜拜。